超爽的智障。嗯，先把雷木接一接好了。其实我不想接欸，我觉得我已经毕业了啦。哼哼。好，你看这边就有一些玩家了。每日售出，那我可以领吗？贵族要不要讲一下？八级龟一盒欸。那今天就讲刚才那个好了。讲卫生袋了。